姐姐哈，搞坏晒啲工人啊！哼，讲坏话。This is what will happen. When employer saw my video, this part, the other part, this, I say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That you pay your worker, it doesn't mean you control their life. It doesn't mean you control over her because of 4630. I do hope the message was most of the employer always only seeing of the payment becaus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the helper because of they pay them. 我想跟大家讲咧，所有的雇主是要记住，根本咧做呢个嘢做，我哋做呢个 assistance 嘅话，系要 assist 呢个家庭。是要 take care 这个家庭，是要照顾这个家庭，是要照顾这个家人，不单止只是你的家庭，你的全部 household chore， 你的做清洁啊，买餸啊，是不是？还要照顾你的小朋友啊，照顾 BB 啊，照顾你的妈咪 daddy 啊，全部都差不多，都性跟我是你的姐姐负责的。你講啊，你可以計數噶嘛，你好叻計數噶，係咪？你講四千幾蚊，4600多萬，咁做下做下計數，計數計下計下，佢一日有廿四小時，係咪？一日有廿四小時，咁每個月都有31，你再計下幾多錢？係咪？而家麥當勞都買咗價咗錢啦，你唔單止只係麥當勞咯，買菜都已經貴曬㗎啦，係咪先？嗱，大家都係體諒下，係咪？體諒下，可唔可以咧？你自己問下你自己做老細，我已經點樣對姐姐啊？你有冇同佢傾下姐姐？你喺度做係點啊？開唔開心啊？如果你有啲嘢唔開心，你可以直接同我講嘅喎。嗱，如果你哋真係有呢啲嗰個方法，嗰個 communication 嗰個方法咧，可能咧你個姐姐都係佢肯做嘅啦。嗱，有啲老闆係唔要姐姐好叻，我都知道叻係叻啲乜嘢。係咪？不過有啲老闆又唔同嘅喎，因為每個老闆每個家庭都係有佢個自己個性格，每一個老闆有佢個自己嗰個負擔，我都好明白嘅。嗱，好似呢啲啦，我而家做緊呢度啊，係咪？我好放鬆，大家都想問下佢係邊個？我係工人，佢係菲律賓，你係印尼嘅，我係印尼。我是引你姐姐，为什么她不饱头的？我不饱头，暂时我不饱头，不过我都有时会饱头。她是美人啊，我是印尼人，她懂得做些什么啊？你如果肯教我怎么做，我都会懂得做。我什么都肯做，最重要我老闆肯教我怎么做，因为呢我做過差不多16年，我做過做工人差不多20年。之前我在新加坡做過6年，即是一個老闆。到而家我哋仲有聯絡。總有我話俾你聽，我老細喺新加坡二零一七嗰個十二月二零一七25號，佢過嚟探我5日，係轉登探我過嚟香港探我。點解啊？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啊？因为呢，他对我好像他的家人。我一再入了他的间屋，算是坐了那阵时我不惯。只不过呢，因为他教我，他肯我慢慢教我是怎样做法，怎样做人。他慢慢呢是跟我倾偈。倾什么啊？倾心意。佢最關心我嘅，佢最關心我嘅，關心我媽咪啊，關心我個家人啊，因為佢知道我嚟咗喺新加坡，嚟咗喺香港咁遠咧，係為咗乜嘢？算係為咗錢，只不過我都仲有家人啊嘛，喺屋企，係咪？
大家都喺度有噶，每個姐姐都有佢個自己個家人，佢特登過嚟照顧你個家人，照顧你個家庭，令到自己個家人都冇人照顧，令到佢個仔係俾自己個媽咪照顧。你有冇諗過啊？咁佢每日而家日日都喺你個屋企一齊生住。起碼你都有關心下佢噶，係咪？同佢傾下，都唔係話同佢傾多啲傾，嗰意思多啲傾下，傾心意，問下佢，關心下佢。如果佢黑面姐姐，你有冇事啊？但係咧，唔係嗰個姐姐都肯同你講啊，表達唔到佢想佢諗法。你試下，姐姐你有咩諗法啊？你有咩意見啊？聽下佢意見，聽下佢諗法。如果真係唔啱嘅話，你要解釋俾佢聽，唔好即時鬧佢，你唔好即時話佢，你係蠢噶嚇、啊！你點解你咁蠢噶？我同你講，你又收唔到。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個能力，所以你唔可以咁樣對人哋嘅，係咪？如果你真的想他幫你做，你要慢慢教他怎樣做法，怎樣可以令到那個 performance 呢，可以令到你的要求，還有 support moral， support moral， 你要真的 motivate 了他，讓他又開心回做事。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如果你不開心，什麼都不想做，你自己都是這樣嘛，做老闆，是不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個心情的，是不是？個心情如果不好的話，什麼都不想做。你不要說做啦，吃都不想吃啦，是不是？看到你的樣子都已經飽了。那你也有得問我的，為什麼你一天都拍片，你不給老闆扭嗎？不會的，因為我老闆都知道我在做什麼，還有呢，我爺做放鬆放鬆啲嘅喺呢邊，同埋嗰間屋差唔多全間屋都我執曬噶，我負責噶。但係咧，如果有啲嘢唔啱，有啲嘢可能我做得唔好，佢會話俾我聽，佢好好話俾我聽噶。姐姐，呢啲唔啱噶，我唔想咁樣噶，我唔想咁樣噶。咁你唔講話俾人哋知，點俾姐姐知道啊？你想點啊？嚇！你叫佢估下估下，梗係唔得噶啦，係咪？同埋你有冇咪咪摸摸喺個背脊個下邊啊？咁樣又唔啱啦，係咪？啊！如果姐姐咧真係呢個姐姐，咪識講得好叻，咪聽得個名嘅話，你找回你公司，可以個公司解釋俾姐姐聽，你個諗法係點樣？叫佢慢慢學，唔使咁擔心，因為個個都過嚟都係玩錢，佢都係唔想俾人炒噶，係咪？佢都唔想走噶根本。如果你對嘢好，佢真係唔走噶啦。算係你個價錢係4000幾，呢啲唔變做唔係好大問題。最緊要咧，做老闆咧，你冇少少嘢變咗咁大件事啦，領導咧大件事整到細啲，咁樣先好噶啦。你如果就係壞咗少少啲少少件事，你整到丙咗咁大件事嘅話，咁樣你係麻煩噶啦，你自己都係作執著，係咪？你做人冇咁執著，冇咁執著啊！你太執著咧，係冇人及噶啦，因為做人要合格噶嘛，要合作啫嘛，係咪？咁做老闆都係要做翻呢啲自己啲嘢，咁個姐姐都係要做翻佢個嘢做，大家上路，大家領導嗰個地方咧，嗰個你個屋企，佢可以處理喺呢個屋企，好開心、舒舒服服咁樣，佢幾多都係會肯做噶啦，幾多年都會肯做噶啦。因為叻唔係一定要叻，佢最緊要肯做，同埋聽話唔係一定要聽話，佢蠢嗰啲聽話，
不過佢聽話係你教佢好好，你教佢點樣做法，你教佢點樣領導你個要求到位置，佢會你佢都係會多謝你噶啦。最緊要個關係，老細同埋姐姐係要好啲，係要點樣溝通下。可以溝通多啲，睇下檢討下自己嗰個良心，你有冇對姐姐有良心啊？如果你對姐姐有良心，你唔使咁擔心。如果你真係冇耐心，個個都唔想做。如果你哋真係想知道我係邊個，你可以打翻俾我9850644，或者你睇我個 part 片喺我 YouTube 嗰度。Contrain Fans Club， 你可以看完我在說什麼啊？我不僅只說是要告訴老闆聽是怎樣對回姐姐，怎樣救回姐姐，我都是救回姐姐的，怎樣做姐姐，怎樣做好姐姐，不一定是要博嘴，不一定要很厲害說話的，只不過懂得怎樣做人。咁老闆呢，如果你真係你自己做到你嗰啲嘢呢，姐姐都會對你好啲㗎啦。好，下次見啦。